基建土委16年呢，台台竹北分铺行建案，下一步嘅总算有位新嘅进展。台台高峰草案部就伫新竹县竹北市嘅总行李收费所，判呢竹北分铺嘅算免费。韩国就宣布，按上高庭院会去征收垂光空间，韩国配合时态院会开足球训练场。乡亲抵到过后都共同欢迎，不过惊到韩同关心高庭院时态院足球训练场的交通通线，会对地方有影响吗？高峰黑飞烟会开放竹北分铺的部分交易来做停车场，不过可能会讨论怎样的来收费。我说很多事情，如果我推不动，大概这个难度一直高到。台台副高将钟清水亲身见报竹北分铺水圈接行的进度，然后竹北分铺交接除了公民六路董集团同中建北路基金开放六带之外，还同新力设计推送四公尺，本新竹县政府来做宁杭路同天马路。每宣布交接整体规划，得到教育部审核通过，打算明年四月起进修推广扩建。桃园万年街台台竹北分铺总算有进度，乡亲做好表示欢迎。不过配合明年街台北市台院，台台委托竹北分铺设立处足球训练场，工程费是7700万。但是仅足到未来训练场附近的交通通线，无影响当地的居民通行。有理长是建议台台设不用出竹北分铺高起部分的地来做停车场。我们举办停车场也招标系统，它有所谓的 POP。那我个人建议，看我们在台大校区里面，是不是借着师大一个的举办，可以增设一些停车场，还有做一个临时的一个停车场 POP 这样子啊？一个所谓的短期的临时性几年，我想这应该是没有问题。哦，所以未来即使说是一个临时性的，也一定要是收费的。哦，所以。因为我们不应该鼓励免费的，因为像这个是收费，我们就看待它的需求，再来决定它的定价。哦，所以我们会朝这个方面来。乡亲们提议，希望高峰是提供公民流入集团的部分来做市民休闲运动的防疫运动场。高峰回应，公民流入集团部分推送那些公车了后，是做两座篮球场，应该是满足乡亲的需求。不过，体改使用还要同新竹县政府讨论，各就相关规定来判。对台台竹北分铺有常态增建，新竹县政府是希望台台实际脚来行工，县政府每位秋天全力配合。客家新闻王文尧，新竹报道。